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本人在网络看到的特价商品啊，品客的旧版的一个搓搓乐，然后盒子是这样，然后我买好像买70块，我觉得还蛮便宜的、啊。然后主要的材质是，哦，正式名称应该是品客海盗桶啊。然后材质主要是 PS 啊，就塑胶类的。然后就试着打开给大家看。其实有些时候，有些那种食品的那种商品，我觉得做的还不错。罐子是这样，然后这边有新年的快乐这样子，然后这个还蛮可爱的，我还蛮喜欢这个头是这样，这边这样，然后就装进去。为什么合不起来？哎，压下去，放下去，然后它有附这个，算是小件，但是它是还蛮有讲究的，它不是说用件啊，而是用像洋芋片这样子给你啊，还不错，然后还蛮多的，然后就可以戳进去啊，一个、两个，就会不会又第三个就出来了，还蛮好玩的。算是一个蛮旧的玩具啊，但我觉得还不错。品客的海盗桶啊，是这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络找啊，因为我发现最近还蛮多那种奇奇怪怪的玩具在二手商店或网络上可以看得到。